一个哭一个哄啦，足好的你甘知？啊，足好的你甘知？阿里巴巴，哎呀，警察大夫，哎呀，哎呀，我扶你起来，哎呀，我扶你起来，干脆你，哎呀，哎呦，巴掌就被你压死，你先要等下，我代志若办煞，我才好好甲你修理。大夫啊，你是看得安怎？我哪有要紧无啊？若是查某人吼，我著搁共讲恭喜啦。啊，若是你吼，我著毋知要怎讲起。老爷。你有心啊啦！我袂讲，这王罗仙啊，我查甫人呢，我哪会有心啊？所以讲吼，我就无再来医你这款怪病啦。等我，你唔当走诶，你内底吼，甲病人困伫遮，啊做你走啊？我无能为力吼来医你的怪病啦，你另请高明吼。是嘞，是嘞，吼！大夫啊，大夫，哎呀，我的死啊，我的死啊！你冇见无啊？来哦，来哦，专门医各种的疑难怪症啊，医袂好免钱啊！医袂好免钱呢？几啊钱啊你啦？免请啊，免请啊！我家己来啊，叔爷。又可是你，小和尚啊，你是当时啊，别个会甲人看病啊？哎呀，我唔是看一般的病哦，我专门医予人无法度通医的疑难怪症啊。好啊，别听啊，分家鬼啊，你看。我啊，巴肚无大无小啊，吃到这大个，痛到要死。你若有才调，去来甲我看一下。哎呦喂！你这款的哦，不是叫做巴肚的，这人咧讲的叫做碰肚的尔。你真好大胆嘞，甲酒草老爷。我即马是咧讲病名嘞，啊，你若认为讲哦，我是咧酒惨恁老爷，啊，无规矩安尼。歹势，注意啊，我来走。快走咱才来开价嘛！啊！哎，站咪！啊，站咪！老爷嘞！嘿嘿，我咧看病哦，唔免站咪啦，用望的就知啦。小和尚，你那边是要借这个机会报鸟车换我？你看我这路人，敢有生卑鄙的少年呐？啊，听我的口令就无唔对啦，来。吐气，舒气，吐气。未出三步咧，共生囝咧。等下有人吼，会生久啊囝。啥物事？啊！你到底是要医还是唔医啊？医啦医啦，哪有迄落唔医的？专工来阁唔医，也唔过吼，你这种的怪病吼，都需要一种的药引啦。啊，是啥物药引？我叫人去找。好，咸鸭卵。啊，咸鸭卵。搁猜你遐做啥？啊，唔去医咩？免加了工啦，恁买无啦。啊，注意啊。
咱只干那一个吼，咧卖咸鸭两个阿娇啊吼，已经互你掠入去笼仔内咧关啊啦。哦，紧笼仔内，袂甲袂迄咸鸭两个阿娇放出来，紧。哎，今年啊，阿娇要来吼，叫爱载两条咸鸭两来啊。是啊。放较轻松嘞。等下咸鸭两摕上来吼，你马上就好。阿姊嘛吼，咱小休息。啊！要回去啊！哎哎呀！啊！你今晚能有再来无？哦，那你无代志啊，袂用抓伊关，你紧转，好。哇，小和尚啊，他今仔两个嘛来啊，啊人我嘛放啊，啊你唔紧来甲我治病？嗯，好食好食，你别讲。哎，小和尚，你如果还是容易，你来甲我吃去。免紧张啦，我试看卖咧，还阁一粒咧啦，哈。小和尚，我甲你警告，假使你若是想要借这个机会甲我欺人，我保证我咧。哦，我知啦，我知啦，你即马讲这个苏爷。歹心，啊，佫爱食钱，所以讲哦，恁才走入去伊的巴肚底，吼吼，哈，安尼啦，我巴肚内底是甚物件？啊，着金钱。金钱？你讲我巴肚内底藏金钱？歹势，我都还袂讲煞咧，我即摆是要讲三字啦。啊，佫一字是啥？菇啦，乌菇的菇啦。金钱菇。金鸡菇，金鸡，笑话是，啊金鸡菇无代无钱，怎去我腹肚内底是要创啥？啊，这都要怪你，拢贪一寡吼不义之财啦，啊，搁唔甘哦，摕一寡银两出来帮助别人啊，啊，你才会冤亲债主哦，唔甘愿有亏透无路吼，唔则变作金鸡菇哦，走入去腹肚底要甲你偷腥。小文生啊，赶紧想办法把他抓出来，无无我的腹肚会疼死啊！哎呦，啊！你要搞我鸭子拢吃完，大气啊！哎呀，无法度啦，啊！这咸鸭卵哦，啊，我食一个好食的吼，两粒都拢想吞落去啊！哎呀！王，来，这是我的吧？这嘴角再给我存一点，这一点就好了。你稍等。哎呦！吃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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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随便归。吞了。你是会舔也袂舔无？啊？袂使吐出来哦。你若是吐出来吼，这病就医袂好哦。哼！啊，恁两个搁菜刀创啥？赶紧倒一杯水，甲恁老爷灌落去啦！哈。老爷，老爷，真正金钱菇的。所以啊，你即马有感觉较轻松无？
这嘛病我甲你医好啊吼，你唔通袂记你我讲过话啊，啊那无吼，无是要安呐？千木降万里点，哪搭人间一手干，心怀志不忘流连，人生志在混沌间呐。哼，下回生，下回生。 淡水赢了哦，还搁欠我两个，还刷你就走。你两千啊？你两千啊？哎，快点！啊！快点！啊！ 啊，向奶奶，你的阿多阿好救命啊！你是咧惊啥？哎呦，阮是富了，公阿啦，赶快卡车，他个听个，阿公帮我刷。你想诶，你也去有家己道地？不，小姐姐呐，我叫你走呀，你也不该抓等我，我叫你回来。啊，不，头家啊，你唔来付了钱做，是够少年啊，住宿时你找唔只到。哎，你小等下，我叫伊无，你支付我。 乡奶奶，嘉兴，互你处理一下。哎哎，你莫走，我叫伊走了，先你陪我钱。你看你啊，师傅无成事，徒弟无成徒弟，共我到外国去娶，敢要替你收费？敢替你拿钱啊？拢嘛是伊啦，唔担输赢啦。我只无咧戆咧，嘿，互伊塌一下哦，我昨下袂坐袂倒的，若是互伊塌到煞，我十点仔无够死。你有影不得不。哎，你又搁要欺负我？ 我这毋是咧欺负你，我即嘛是咧疼你咧教你，叫你哦以后莫遐尼贪财贪心。好啊啦，你莫吵。李秀文，我问你，卡初甲你讲过两工啊，我着要代替平官去出嫁，你有啥物感想？安尼真好啊，你若是嫁吼，阮厝就袂烦恼安尼。 你也跟我袂讲哦，我是真正用暴力，真甲你随天价。李秀慧，你讲啊，你有什么感想？这当然嘛是无应该。我就知影你也是唔敢去嫁。阿娘，我的家母回来甲规头骹。你哦，真正无应该哦，去嫁予迄个少爷。 啊，你吼，若真是要嫁吼，嘛着爱嫁予迄个太守做细姨安尼，毋则对。别生气啦，你先讲我知影，你要代替伊嫁，目的是为了啥物？小燕龙甲我输在八楼大，我这做输这，敢要替伊出气啊？嗯，应该，这是应该。还佫有啦。 另外咧，爱情风，我甲恁目睭金金，看小燕娘强大情况一中二，阁无替伊出气。应该，这嘛是应该。也毋过咧，啊毋过，若是互人发现，你是代替林外公娘去嫁，安尼哦，小家伯仔囝敢着轻易放过你个？阿福啊，你有够巧，讲安尼就对啊啦！哎呀呀呀呀呀，想袂到呢，你阁看会出来讲，伊是咧计划中哦。 破产啊！哎，叔叔，那你哦，我是不是让将功赎罪？阿春的那两个就，免想。
卖客到一个爱靠面啦。我才当咧想讲哦，互你欠的迄哦，等下我想要讨的时阵才甲你讨啦。你面牛鱼，干你是咧创啥？我知我知，师傅人上好，一向拢是人欠无讨的。我哎呦，我唔若干那无讨尔，我常常拢倒贪，搁付钱。是阿哥。对，你拢上欠。你想的啥？我早就想过啊。我就讲嘛，小奶奶额头这么高，一看就知影是欠我啦，那有可能无想到这个问题，等我来抓包。哎、欸，土，免抱啦，免抱，无效啦。李雪，你到底要听啊？唔听啊？听，听。唔管你讲啥物话，我拢足认真听。你要讲啥？免抱啦，无效。恁两个师徒哦，真正使讲我成辈。我已经想好啊，婚礼一天就由你去考考明媛阿爹阿娘，你会管啥？妈，进前哦，我捌甲恁阿爹吐槽过呢，啊，这关系已经不过这么歹，伊免哪有听我的？无可能啦！我唔管呐，除非你有更好的办法，让明媛卖嫁，那我咧在听我的，甲人带走。哎呦，啊，我来这么衰啊，见路拢拄到这款哦，歹解决的难题啦。去念到俗世间男女感情的问题，咱这人哦，好啦好啦，师傅你莫阁讲啊，好你酒醉啊，哎呦，你又阁讲我酒醉，啊你是，哎呦，师傅，你莫莫安尼，送去半暝哦，所在阁无安尼，赶紧来转啦，哎呦啊，我不，你真好当。你敢讲我酒醉？我要找家给你稳固。无啦，我无讲啦。你无讲？啊，无。起来。嘿。好啦，叔，啊，无安尼啦，啊，你无醉，是我醉，你吵我来转会知。贪念苦性半夜，酒入客去无自明。志在性命，不莫因果，修来生啊！哦，师傅，无怪人会讲你是小和尚、小祭奠啦。三更半暝酒啉啉，伫街路安尼乱撞乱，哎，你讲无笑哦，鬼嘛不是。啊！鬼！啊！他没鬼啦，啊，鬼在倒位啦？祝贺你敢知，祝贺你敢知。